生日了。在你心里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是英雄，不需要同情。现在有了你，会多一份牵挂。你要杀的人都是该杀之人，你破的案也是为国利民。做我顾千帆的妻子，不准你哭，不准你累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梦华录。